这一生我等得好长，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，这一世我爱得好伤，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。我的战马飞踏，为你平天下，你的琴弦拨动，伴我笑天涯。愿为你舍江山，为你卸铠甲，愿牵你的手，陪你到青丝变白发。没事。铁甲之师也不过如此吗？世子。
婷，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来了一队凉军，把白兰军打败了。真的？我去看看。不要看，一地的死人，你和孩子会害怕的。我不怕，我要看。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不行，乖啊，听话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能为你死，我心甘情愿。我们还去美丽吗？不了，回娇艳楼吧。婷，外面都是死人，一会儿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孩子们，他们会不会被吓到？子敬、长啸，娘跟你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好。一会儿啊，我们走出这个洞口。你们两个都要把眼睛闭上，要是谁先睁开眼睛的话，谁长大了就不是大英雄了。好，嗯。娘，那长啸听话了，长啸长大会不会成为大英雄？要是长啸和泽庆都听话了呢？你们长大了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不可以睁开啊，长啸，睁开了就不是大英雄了。滚出来！
上将军，何某恭候多时了。上将军，听闻你早已归隐山林，这次出山是作何打算呢？又为谁而来？我专程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难道上将军你低估了我的实力吗？你单枪匹马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难不成上将军有投降之意？我可不计前嫌，归顺于我吧。就凭你？我已处处为你着想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少废话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降还是不降？若是当年的孝敬安王，这一战倒是痛快。可是，孝敬安王已经死了。圣旨称王，拜为寇，还不明白吗？一心求死是吧？想死，我偏偏不让你死。
要让你看着我如何一统江山，而你永远只能跪在我脚下。驸马统一江山，统一江山，统一江山，统一江山。你没事吧，杨峰？娘亲，你没事吧，杨峰？婷婷，我走不动了，我害怕。杨峰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你一定能行。白兰贼人攻城之前多存点粮，要买你就买，不买关门。哎，老板，长笑，靠边点。太高了，这些贵了，还不卖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，坐下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嗯，哟，哎呀，这位夫人，你这是？二位掌柜的，我们想要一间客房，不知贵店还有没有？客房？客房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夫人，只是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出来住店呢？听说白兰军就要打过来了，没人敢做生意了，我们这老两口也要准备关店回老家去啊。实不相瞒，我与佳妹也是打算回老家避难，可是在这路上佳妹感染了风寒，我们又带着两个孩子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赶路了，不得不终止回乡行程。你怎么了？还望二位掌柜可以收留我们两人。这娘，娘亲。哎呀，夫人，你们着实也不易，这么吧，你们暂时在我这儿住两天。哎，就两天，姑娘一好，赶紧走。哎，不是不多留你，我们也得赶路啊。多谢掌柜，多谢夫人。
大半夜的敲什么门呢？我们这是药铺，哪来的神医啊？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，不用麻烦神医的，我只要抓几味祛风寒的药就好了。药？这时候谁还敢存药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怕招来白兰军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啊，婷婷，泽野，婷婷，爹，爹，是梦。婷婷，婷婷，有人吗？开开门啊！来了来了，请问现在还可以抓药吗？哎呀，没药抓了，走吧。那请问去哪儿可以？去哪儿？哎，我们去听书。哎，你放开，开始了都。话说当下民间疾苦，百姓是民不聊生啊。这得拜一个大魔头所赐。这个大魔头何许人也呢？他就是白兰的驸马，是从前燕靖安王府的一个靖安王，他的名字叫何侠。就是这个何侠，他在宴席上毒杀了我们的殿下，逼我们交出粮食，抢我们的城池，杀我们的亲人呐。大家说我们要不要联合起来铲除这个大魔头啊？铲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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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家可曾记得我们的泽隐上将军？当初我们的泽隐上将军隐居的时候，楚北捷来犯，我们的上将军出山把楚北捷打回了老家。这次河峡来犯我们大辽，我们的泽隐上将军怎能坐视不管呢？乡亲们，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泽隐上将军即将出山了。好，你知道泽隐在哪儿？你快告诉我，泽隐在哪儿？夫人别急，听我从头说来。大家坐，夫人莫急。我们的泽隐上将军，当得知我们大梁有难，他是毅然告别了亲人，离开了他隐居的地方。我们的大将军身经百战，他知道何侠是白兰的驸马，又是白兰军中的主帅，如果要是没了何侠，白兰军队将会不攻自破。当日我们的泽隐上将军单枪匹马举刀就来到了白兰的军营当中。我们的泽隐上将军决心要与那何侠是决一死战。然后怎么样了？大魔头何侠，他知道我们的泽隐上将军来到了军营当中，那自然是应战啊。只是那个军营当中四周都是为何侠助威呐喊的白兰士兵，我们的泽隐上将军是面不改色，两个人是面面相觑，举刀相对。大将军心想，此次要是杀了何侠，恐怕也难能活着走出军营啊。我们的泽隐大将军不慌不忙，两个人就站立在原处，那真是缠斗了百招不分胜负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就在何侠狂妄之际，我们的泽隐上将军拼死刺向了何侠的肩胛骨一剑。你们想知道结果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上将军已经被我们的驸马爷给杀掉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。哪儿来的疯婆娘？臭婆娘，找死！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妖言惑众，这就是下场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这边，来，快！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们能帮助你点什么呢？醒醒啊！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。哦，行，把这孩子交给我就放心吧。啊，哎呦，姑娘，你可别让他死在我这儿啊！可知道附近还有没有开着的医馆？怎么了？医馆？哎呀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别说医馆了，是个郎中都抓去充军了。哎，这找副草药都难呐。那再远一点，城里头还有人，
总有开着的医馆吧？再远一点。哎，你说那个医馆在哪儿？哦，对了，你说远一点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城南往西五里地啊，有个不挂牌的神医，他医术高明，可就是脾气古怪了点儿。就是啊。谢谢二位，能不能帮我照看他们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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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娘，哎，姑娘，路上小心。请问，你可是神医？你呀，找错地方了。大夫，那城南往西五里地呀，有个不挂牌的神医，他医术高明。可就是脾气古怪了点儿。神医，着火了，不好了！你再不出来灭火，烧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若是引来白兰军，恐怕就要难逃充军的命运了。神医，请救佳美一命，佳美身负重伤，危在旦夕，还请神医出手，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请神医原谅。遇到你呀，我算是倒了霉了。神医都为难了。神医，佳美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别叫我什么神医，我呀
就是一个江湖郎中，治得好治不好，要看他的命。现在淤毒已经被我逼出了，只是这药……哎，这药怎么了？现在这个时局，所有人恨不得都门窗紧闭，从此不再来往。你说何处有药可寻呢？只要能救佳美，不管出城多远抓药，我都愿意。哦，倒是真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说不定啊会有药。只是你一个女儿家，去那种地方，那是太不方便了。神医说的可是娇艳楼？长得好生俊俏呀，小的记不记得像你这样神仙似的脸？敢问公子，可是第一次来我娇艳楼吗？不是，第二次来了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瞧我这记性。公子，可有相好的姑娘？小的这就去叫过来，伺候着。不用了，我是来找燕十三的。原来你也是来找我们当家的呀！既然公子之前来过，应该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。看看，这满堂的宾客，哪一个不是来找我们十三娘的？但是想要一亲芳泽的话，必得黄金十万，缺一不可。公子，你可备足了。你要是想求他办事啊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徐白老爷又赢了一百两。好戏不错吧？公子，请。老爷今天真是鸿运当头，连赢六局。你看这白花花的银子，逢百当场结算。任谁不眼红，谁又不心动呢？恐怕全天下只有我们娇艳楼才得此盛况。公子既然来了，何不去玩玩呢？只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是开店的，公子如有得罪请见谅。公子请。
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自上一只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。天微亮遥远北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。你语言的沙场，又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，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无名无常，从此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想象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？烈日当空，心灼伤，我永不相负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战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壮。别忘记我模样，无我无名无常，无我无名无常。